基本上江泽民本身对于中国大陆的贡献以及对于整个中国的贡献可能这么说吧，因为他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然后邓小平的指定的接班者，但是整个中国的体量这么大，14亿多的人口，包括还有海外华侨，甚至于受中国影响下的韩国也好，日本也好，虽然日本本身有了它的严重的问题，韩国也被分割，越南等等，可是整个亚洲基本上是受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因为都是农耕族，农耕民族嘛。我想在座的朋友们会已经熟悉一点，我们一再强调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它跟畜牧民族、跟海洋民族和渔猎民族，或者是从事商业性的民族，在基本性格上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作为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更要警惕，这个警惕不是害怕，而是更要警觉到这个部分，而不轻易的再用原有的，说得近至少这100年，从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之前的100年，甚至于到现在还继续的，都是使用西方的他们这300年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后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国家主义的兴起，然后到19世纪所设计出来的新自由主义、新资本政策，然后新民主政治。那么，然后用科学作为绝对的真理，科学方法论作为绝对寻求真理的方法，然后来看待全世界。大家要有这个觉醒。基本上，我们如果看大家在世界知名的学者中间写出文章的，就是沙伊德，我想朋友们都知道沙伊德，他是中东人，他要求整个中东的民主要能够觉醒。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在看中国事情的时候，华夏民族也当适当的觉醒。所以我说江泽民看这个人你要评价，其实不是评价，而是看一看，因为我们评价的话得有充分的资料跟证据，我没有研究啊，所以不敢说我要去评价他，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看，他站在华夏民族、中华民族从最脆弱的时候，贫穷脆弱，即使在这个邓小平10几年的主政中，那个时候中国基本上还是积弱不振，同时各军权、各地军权仍然以地方的拥有为主。邓小平的了不起，在他改革开放，他先收服了或者说服了地方军阀、地方军团的支持，
所以他把毛泽东的整个的这一个国家政策改变，然后学习西方，然后走资本主义，这是公开的，但公开这么提出，而没有引起军团的反对。所以十几年下来，当这个邓小平的这一个决策，十几年下来，军团都非常的安定。那个时候前天上课就说，此后中国将趋向统一，整个中国不是台，并不是台湾啊，不是在讲台湾，是整个中国将趋向统一，因为军队已经有意识，不再走地方封建势力，不再以军权割裂自己的国家社会。中国一定富强，这是前天上课的时候所提。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邓小平退到第二线，指定江泽民接棒。江泽民最大的成就吧，我们就一般大家都看得见，继续维持了各地方的平静，同时也稳住了第二代所谓的元帅子弟、贵族那些功臣子弟们，所谓的正二代、军二代、革命元老的第二代，他们本身要攫取这个政权的也行。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当然一不做准，他能够达成，他就是先依邓小平所说的能富的地方先富起来，而当时掌控这些地方的资源，掌控这些国企，其实都是正二代、军二代。像这两天突然大陆冒出一个极大的事件，可是一般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它。这个事件就是，我忘记姓什么，姓陆吧，大陆的陆，他的太太姓哇，太太姓什么？刚刚还想到，现在忘记了。我没关系，太太可能姓龙，姓龙。他们在这一次大陆清零政策下，在这个之前做疫苗的培养中，他们就即刻建立公司，然后发展。2019年，几乎遍地开花，各地都有他的所谓的疫苗的生产公司。至于有没有做出疫苗来，并没有完全的实际成就。他太太同时在进行基因研究的这种，也是遍地开花。然后他的女儿陆珊珊同样遍地开花，做筛鼻筛的工作。而他们到哪里，那个公司成立到哪里，那个地方就大量流行 COVID-19。 现在开始引起注意，然后片查资料极少，大家就去查，就去查，就把整个公布。原来男的那个陆，姓陆的，是某一个老的将军的孩子，他叫做陆和子啊。他们家三个男孩，好像是陆和子，
所以要科学建国，所以他们就老大取核子弹的核子，老二就取原子氯原子，老三就取氯分子。姓张这样子，张哦，姓张，还姓叫甘宁。哦，姓甘啊，好，你比我清楚。那么他太太同样也是大陆掌控卫生单位做研究的最高首领职。现在把他全面抓出来，几个士兵直接说看中央政府怎么办，因为最近中央政府已经抓了类似的几个公司了，可是是小的，这个大的没有动手。他们直问这是什么原因，要中央政府做一个交代，只要所到之处，那个詹三三所到之处就到甘肃，甘肃就 COVID-19 就急增到哪里等等等等。那么当然还有造假，他们造假，他们请款，他们等等，其实就是一个贪污，政商勾结的贪污和地方。所以我以这个为例，在习近平那个时候如何把九世并权，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虽然这两件事不完全相同的，所以他把国企全部交给你现在负责的负责人，或者就划归你在那个地方上由你管。然后比如说王震，大家都知道王震吧，可能有些朋友年轻的孩子更不知道。比如王震，新疆之所以在今天有这样子的成就，是王震打进去的。今天西方人之所以批评中国大陆，哎，还高压，其实是根据王震那个时候的印象。王震打进去了以后，是镇压的，是限制宗教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回教在那个 南疆的那边的回教是极其反抗的，他镇压，然后他真的是屠杀十万维吾尔人。我那个屠杀就是打仗的，可是他也带了十万大军进到新疆，战争一平息，瓦坎而解。所以现在新疆吐鲁番那一带不是像蜘蛛网般的那个坎而解吗？所以让新疆的吐鲁番还是一个贸易兴盛的啊，不是贸易，农业兴盛的地方嘛。那就去挖，原来只有一条一两条从汉代挖下来的，新疆没有再扩大。换句话说，维吾尔人也好，克尔克孜人也好，塔吉克人也好，新疆的54个民族没去动它，就从汉以至于到唐，就这几个，这就两条。可他整个，然后他想尽办法在沙漠种树，让沙漠变成良田。他带去大量的回回跟维吾尔族不同，回回就是信回教的，原来在中原的，已经在中原的汉化更深的回教徒去开垦去拓边。所以我去新疆四次，都是去推动中学教育，中学的儒家教育啊，传统儒家教育啊，没有遭，我们那时候去没有遭遇任何的阻碍。我们当时熟了，我们就问当地的那个，特别是到南疆喀什，我们就问他们的那个神父了啊，
忘了跟他的客人名字。阿红，阿红就问阿红，就说你们喜不喜欢中国人？不喜欢。你们想不想独立？我们想独立。那么你们要怎么样来进行独立呢？他说我们不进行独立。他说实际上维吾尔族这个名字不是特定的，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组合的民族群。所以靠伊犁那边北疆是接近乌古，接近中亚，是跟那一带相混的。吐鲁番是比较接近汉语的，汉化比较深的。南疆跟阿富汗是一条路的。我们各有各的想法和各有各的打算，所以维吾尔人从唐以来没有成为独立国家过。当权力在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分裂，因为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文化战争。现在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然后一切分配都正常，都公平，所以我不需要。但我说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何以还要讨厌中央政府汉人呢？他说：“哎，我们只要读到小学四年级，然后学会了，他们是那个阿拉伯文、维吾尔文跟那个汉文一起学嘛，我们就要读到维吾尔人四年级，我们能读《可兰经》，OK， 一切都在阿拉的安排下，我们不必再操心了。”他带着我们看那个老街，他说：“你看这一家做乐器的，做新疆乐器的，最好的，几百年了，福传子。为什么要读书？这一家做那个铜器的，有没有敲打的噔噔噔的铜器的？这一家，甚至于队伍快八百年了，福传子到现在。”我们不需要读那么多书，你们汉人老在那里进步进步再进步，提升提升再提升，逼我们去读书，我们太苦了。我们就跟他讲一下那个世界变了呀。他说世界变了，我们卡时不变，我们几千年的呀，就这么过下来。阿拉会照顾一切。那克尔克兹人呢？哦，他们的民族很多哈，他们很感谢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因为他们都很小，相对于维吾尔族是弱小的。他说绝不可能让维吾尔族，他说一旦他们取得势力，我们一定兴旺。现在的这个状况我们认为非常好，非常好，只是不要逼我们读书，都是如此，不要逼我们读书，一切阿拉自有安排。真正的信教的啊，而整个新疆的资源、矿产等等，还有大量的土地都在王政手上，然后传给了他的第二代。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江泽民同意，完全是如同他是他的私人财产一样，所以他富可敌国，而且权力大极了，因为新疆大，他长期住在美国。我想这是杯酒释兵权的一种方式，也因而如此，习近平开放外资
进来，大量外资进来，同时再开放，所有小市民们都可以，你只要肯干就去干，大家发财。所以整个的大陆的经济的起飞，引动了毛泽东时代大家吃大锅饭的那种心理习惯，然后全力为自己拼命，为自己可以赚钱拼命。我想习近平有极大的在这个政策上的贡献吧。啊，江泽民。等到习近平上台第二年，他首先宣布肃贪，拔除所有原有国企的经营权，一切回归正常的资本主义运作，国家资本主义运作。王震的小儿子，大儿子老，他的小儿子就传说，我那时候在大陆教课，就传说习近平要整太子党，因为不是动掉了薄熙来吗？所以王震的那个小儿子赶回来，准备处理他在新疆的一切产业，免得被没收。可是好像听说到那个乌鲁木齐的一家最大的百货公司去吃饭，我听说，你们就当个八卦吧。上电扶梯，心脏病爆发，可是整个大陆说习近平把他毒死了。而那个时候，习近平，那个时候，这个先生，这位王震的小儿子，这位还是老二，这位儿子，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权力是在太子党当中，薄熙来弄掉以后，他等于是最强悍，他这么一死，所有的太子党为之折服。然后以便于习近平的肃贪，所以习近平的肃贪，这个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而达到了他的成就。然后再来清党里面的不法分子，然后还有后来我们所看到大陆上的，我们就说是习近平一把抓了，那实际上就是大陆上一切比较正常上轨道的这些时间。所以习近平本啊，江泽民本身在这一个贡献上，而且他十一年还是十二年的执政，他让全中国没有任何骚乱，基本上我们用台湾的现在最近的话，他撒钱撒的正确，这是撒钱的方式。李登辉撒钱大家都不反对他，连宋楚瑜啊，连这些党国的元老们啊，李源全都不反对。陈水扁撒钱，整个民进党不反对他，蔡英文撒钱，全部为政者几乎都不太反对。江泽民撒钱，度过十一年还是十二年的瓶颈，然后让全中国所有的人发挥权力，走发财之路，改变整个毛泽东时代所奠定下的吃大锅饭、生老病死全靠国家、全靠政府，自己可以躺平的活。所以他的贡献在这里。当后来他也发展了
很强大的财力啊，等等他的儿子们，还有他的部下们。这是要翻到第二章来讲的，所以我就讲到这里。可是这里就不得了了，这里就不得了了。而后胡锦涛消归潮水，但是他认为再这样子的撒钱，全中国将会腐化，到最后灭亡。所以胡锦涛以身作则，没有一个亲戚做生意。至于温家宝是江泽民的人，太太做生意做到世界几大珠宝商之一，大陆珠宝商的第一名，他怎么管？但是我胡家干干净净，所以等到他退的时候，他以什么都不要，逼江泽民放出这个人，让习近平，甚至于逼江泽民放掉军事委员会的那个权力的掌握，全部归习近平，然后鼓励习近平。树谈，那是旧中国共产党。不过，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用对了，对那个时代的重要性，我们要从这里看。至于后续，能够有人看到问题，而且能够像胡锦涛这样，他以不作为作为最大的作为，所以这几代其实是对于一个全面衰败而将近死亡的华夏民族都有贡献。这第一代毛泽东所面对的问题最艰难，以至于他采取的方法最粗暴而且残酷。那这个是将来习近平也好，继任人也好，如果还是共产党主政，必须可能找对时间向所有中国人，以及特别是中国大陆受到毛泽东那样伤害的人，表达他们真正的心意，不一定致歉，而是心意，感谢他们都是为国捐躯、为国牺牲的先贤先烈。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我们今天过得这么盛平，特别是台湾，都是这些先贤先烈所贡献的。这是我顺便带起胡锦涛，因为现在很多详细情形我也不敢乱讲，也不知道。就是胡锦涛开会有呢，好像被赶出去还是被请走，哇，西方人做的可不得了。那反正有好多片子，大家可以去看。那么有提出最完整的片子，从胡锦涛被扶着进来的，被站站的进来，坐下的时候搞不清楚状况，然后要去拿栗战书的东西的这种没有剪辑的片段，然后我们直觉的就可以觉得胡锦涛可能老年失智，有了老年失智的问题了。那详细我们也不敢多说。
但是至于西方人，然后我们以至于我们的某些媒体跟着说，说把他赶出去了，而且当众让大家看到他打掉了胡锦涛的势力，我想这个都不太可能是事实，因为他们不必做那么笨的做法，这个太笨了。如同这一次因为清零政策引起的一些对于政策的反对的而形成的举民冲突等等，哇，那个 BBC 跟 NEC 吧，美国是 NEC 对不对？ CBS 跟美国是一样，只有这两家拼命的做，做到现在还在做，然后他所有白纸都是在海外他们的城市里做，他们城市里的华人纠结了华人的来做，都不是当地的。他们在英国还假装是英国还美国还假装他们在那个白纸举出来那样的抗议的时候，还叫习近平，然后还做了一个还造了一个路牌，好像是乌鲁木齐路，好像表示是上海。最后他们猜的时候，别的人就把它拍下来让大家看到，他们自己把那个原来是自己设置的道具。所以在今天就是清明，那当然清零绝对清零可以，你怎么样让它除了疫苗除了这个除了那个，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除那个张和子，他太太干姓龚甘姓甘的甘太太甘小姐哈，以及他们的女儿张珊珊，如果他们的背景是这样，那你就可以看到有好多的事情，中央政府大陆中央政府说了只是不算，整个中国基本上并没有达到万般邪地方势力的勾结，就比如习近平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运用了中医的理论，接受了孙淑兰副总理副总理孙淑兰的建议，他是个大中医师，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的建议，然后启用了因为山东的济南的中国医药学院的校长在根据中医把脉中医所研究出来说这是什么什么症，湿热症还是湿寒症，我们根据什么什么就可以治疗整个的班湖北的 汉口的武汉的方舱医院，就这么快速就停下来了，对，大家的那个病就停下来了。习近平然后就分治到各地方去，习近平亲自说，哎呀，我们可以看到中药中国医药不同于西方，应该让它独立出来，不再接受教育部的管制管理，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系统，按照传统中国的方式发展中医及中药，到现在大陆没有动，因为整个还是西医控制住。大陆最高的中央的卫生署署长是个美国人，华裔美国人，美国派进去，到现在也没动。现在就听说那个大陆的西医除了各地方的以及跟美国的 各个医药机构的挂钩之外的利益之外，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宣布开放
协和医院是1922年洛克菲勒去盖，用了那个庚子赔款的某些余款，他们就即刻进去控制整个大陆的西亚系统。那我们从这些地方来看，大陆还有很多的地方基本上还是带蒙合，所以达成目前的一致性，我觉得是第一个阶段的成就。还有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这是他不宣布继承人，而且要做到第三个。这是我随便乱看，心乱说，因为就看看报纸拿这个资料，所听到的啊，所看到的，好。OK， 朋友们还有没有要讨论？我们上个礼拜说八颗八颗，还没讲完吗？君子之道四。对。所以孔子说，君子之道四。注意这个君子之道。在这里，中庸中的所有的君子之道，基本上，第一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度的生命自觉者，二领导者，国君。那么第四就是中庸之治中可，我就不多写了啊，就是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中者天下之
这个达到也。何者天下之？忘记了，你们知道就好。也就是知中可者，它有着，它包含了这四个意思，同时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基本上一个理想的领导，你真正成为一个理想的领导者，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生命之举，那是对于一个领导者有高度的要求。所以君子之道是一个这样的领导者，他必须完成做到四项在行为上的指标。如果以这个指标而言，我孔某人一样也都还没做到。所以它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却不可忽略。注意，绝不可忽略。当我们记得多少，它就是多少的提醒。在人性的开展上，就是人性的多少的提醒。第一项，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事物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这个觉醒表现在，这是指觉醒，这个自我的觉醒表现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希望儿子如何对自己，我们有没有依此，依我们这个要求，对儿子的要求跟期待，这是一个期待，不只是一个要求，这种要求与期待，去完成对父亲、对父母亲的爱，去完成你对父母亲的爱，孝是一个对父母亲爱的回馈，体认与回馈。亲爱的体会和回馈，所以那里面有觉醒，那个体会，你对生命有体会，那是觉醒才能有的。你敢于自己有这个生命，实在是太棒了。而这个生命来自于父母，以至于感谢父母，而对父母有所爱的表达，这就是孝。孝既不是天生，也不是后天人为的教育下才出来，但是它必须被提醒。提醒什么？提醒能透过自觉、自我意识而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像我们最近常常看那个开车，唰唰，我来的时候。一部车子因为要转弯过来嘛，一个车子一个急转弯，幸亏我坐的那部车子是个老人啊，又很积极，又没有老到已经失去判断力，唰就紧急刹车，那就两个一定闯上去。那何以那个不开车的人会这么急躁？他绝对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死。
他绝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如此的可贵。闽南话，他从没，他从没被冲上，被去死。凡是这样，一定是不知道活着有多好，所以急匆匆的向死里赶。一个对生命有所意识，而且珍惜，而且觉得活得真好的人，不是出于本能，而是有所感、有所意识、有所体会，他绝对是从容不迫。所以在这下面的这四项指标都是从自觉入手，但是提出四种不同的行为。所求不成而失君，我们做一个领导者，我们希望作为我们的属下部下的人能够全力以赴来帮助协助我们达成政绩。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臣下的那一份体谅与照顾有没有做到？以及我们有没有全力以赴侍奉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在那个时候是国君嘛，我们自觉于此，我们就不要苛责。注意这句话是不苛责，我们就不要苛责。所求不第以四雄，我们希望要求，这个求就是要求，要求第一对待做哥哥的全力以赴，遵守替代。而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来对待弟弟？好，给予适当的关怀与照顾。因为孔子说，我也没做到。只可惜我们文献上知道孔子的哥哥是一个掰腿，那个老他的哥哥是个掰腿。那他怎么造我哥哥不知道，我不晓得。那这个孔子说，哎呀，我也没做到。好，没做到很好的话，基本上我们也要从人性中来了解。我最近，不是我最近，我年纪大了以后，如果用一个分界线来说，70岁以后，我常常想，我当时要不那么冲，我就不会骂这个学生，我就会用另外一个最和缓的、最鼓励的、最好的方式，我想他现在会更好。所以我70岁以后，绝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老师，我本来还以为自己是个好老师。可是常常想到年轻的时候冲过头，还是冲过头，很容易责备他。所以未能言，那我就不苛责你了。任何人做坏了、做错了，事实是错误的事实不否定，然而不因错误而苛责。所求乎朋友先失之，对待朋友也一样。我今天这个人也很灵妙，老了特别灵妙。我这个星期三坐捷运到关渡艺术大学去上课，坐在那里的时候，那个脑子里突然飘起了一个念头：哎呀，我高中同学怎么都没有再开同学会了，这么久。
十几年都没开了，快可能都不止十几年了。我那个老邀约大家开同学会的那个同学，他就住在那个中义的前一站是靠近北投步行岗，哎，步行岗，我就老在步行岗遇到他，就那个坐车坐到那里。他回家，他在哪里做事呢？他一直都在那个洪建全基金会做事。那他每次都是由他出来邀约我们高中同学，那他也当退休很久了。我真的脑子里就突然飘起来，哎，看到复兴刚，你看脑子里就飘起来他。平常也看到复兴刚，想不起来，就在那里想起来，然后就想到，哎呦，我们好久没有开高中同学会了，台南二中的。那今天就早上就给我打电话，说要开高中同学会，大家聚聚。我就欣然答应。在这个之前，我并不是很爱参加同学会，因为讲的没有营养的话，我不受不了。我是在这方面很挑剔的，很挑剔，所以我也不是很跟外面的社会接触。尤其是如果就邀请我演讲的话，像狮子会啊，像什么会啊，请我不去，因为他们讲话太没有营养。我几乎无法讲话，跟他们无法应对他们。年轻的时候的性格上不开展，现在我当然还好得多了，老了以后好得多了。所以年轻的也不要急，你只要记得修养自己，老了的时候就自然就修养自己了，那个火气就没有了，生命力就弱掉了。所以朋友之道先师之，按照大学里面所说的，朋友你要想交朋友，先给予他你的关怀，你的爱，你的帮助，你才会有朋友。在这里，朋友之道先师之啊，对的也，我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子对待朋友，既然这些我都没有做到，所以我不苛责于人。但是一个自我的修行，就是从这种日常生活中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身边，然后意识到，然后去做，去做到。这就是行中庸之道的一个方法，他提出的是行中庸之道的一个方法，在你行中庸之道能做到了，就能达成君子之道，你就会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人。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待会儿再说。那个朋友们有没有问题要说？先讨论。如果还没有的话，我们就请我们的季医生说说他自己读十三、十四章的一点感想，跟大家做一点报告。各位午安，那大家在哦，那就不用，应该不用了，不用麦克风，要录音，要录音的话，好。那第十三章老师在君子之道这边，从上次就有提到，在不论是在君臣、父子或兄弟，甚至到朋友，那这些其实都跟人际之间，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很密切的关系，甚至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行为跟互动上来谈论。那就我自己这一两周这样，这一两个月这样子在思考，然后在读一些其他的资料，跟我们目前人类社会重要的一些哲学或者说宗教的一些要求规范其实是不太相同。譬如说佛学或者基督教都会在讲求人自己行为上或者是思想个人上的一个收敛跟规范，那反而在中庸这边的话会提到
在人与人，就是要有两个人以上，而不是只限在自己个体的行为思想，反而是扩散到人与人之间，要怎么去达成另外一种更理想的状态，而不是单纯的就是宗教上要求，每个人要谨自己要谨言慎行，或者说自己的行为要，收敛等等的。这是我自己就十三章在君子之道四爷这边的一点小小的想法，谢谢各位。谢谢。他要说的最重要就是提醒大家，中庸之道，既是照搬夫夫妇，是从现实人生的生死之道开始，现实人生的生死开始。所以前面也说，即使夫妇，哪怕是孕妇孕妇，他都能参与其中，行中庸之道。可是其高是达乎于宇宙的最大和谐，的最大和谐。所以君子与大，天下莫能哉。君子与小，迂夫迂妇，皆有所行。他们实际上不必知道，他们就去做了。就如同我刚才所说到的，为我而足。他说我们不必读什么书嘛，我们不识字，我们最大的幸福就是能读为我而人阿拉伯或者阿拉伯文，我们能读可汗经，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人生的最大的幸福。我们不需要别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不变的天地之间，我们那时候还说，年轻的一代整个世界都变了，他说不定要参与到外面的世界去，他说他们要去的时候他们去学嘛，我们不参与的我们不必学嘛，我们这个天地已经上千年来这么丰足的社会，我们何必去求那些我们用不上的知识。可是他们家庭的和乐、人际的关系等等，和阿后和阿拉的关系等等，不就是寻求一个和谐吗？寻求一个平等。这无需知识，也是人们需要的。所以今天的欧洲，特别是美国，把一切现实的人生忽略，而把它放在一个还不是上帝的信仰，而是一个概念性的信仰，几个概念的信仰，而这几个概念还是空洞的概念，你怎么达成它？如果用中庸的立场，你们做到了吗？所以 BBC 的记者吉舒马克直接说，他现在跟中国是敌人，还不是竞争伙伴啊，他说他跟中国是敌人。苏纳克知道吧，英国的宰相，新宰相打他们如此如此，结果大陆的问他，大陆的战狼，战狼这些几个战狼问英国，
包括英国大使。当时你们的哪一次，就最近的一次示威游行，你们抓多少人？你们打了多少人？那么影片放出来。你们做到了你们的人权吗？在美国同样如此，那大家都表面就不说话。那么中庸说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行中庸之道。实际上中庸之道就是一个综合之道，综合之道就是深深之道，深深之道之所以深深注意，深深之道之所以深深，不就是一个情吗？所以忠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那份人的深情，天下之通道，达就是通，天下之通道，通道就是最大的人生道路。那么什么是最大的人生道路？不就是生命之大情吗？不就是一个情字吗？或者说生命之大情，一个情字可以夫妇概括。生命之大情可以包括在五伦之中。中国人讲五伦就是讲生命之大情，那么就是至中和，所以至中和就能和谐相处嘛。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今天世界之乱就是因为他们不从一个实际的生命之大情入手去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美国以他们是作为一个世界领袖者，没有引导人类世界走向这里，这是他们的大罪。而反而搅乱了整个世界的稳定跟和平，只为了求取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读了中国书的时候都足以批评美国，足以批评欧洲。就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能够促使的人这个什么人们的富有富强，那么这个人民指的是谁？是财团呢，还是一般百姓？那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今天大家不做深思，就风靡在这些空洞的概念中，那就是不合中庸之道。他们向虚而不向实。
们像虚而不像实，因为概念是虚的。因为概念是虚的，中庸是实的，所以中庸以诚为中心。一切要真实，从实际的人生出发。一切要真实，就从实际的人生出发。还有比实际的人生真实的吗？即使所有物理学上的真理，还是什么科学上的真理，都还不如实际人生的真实。实际人生是一切的基础，中庸说的是对，然后就在实际的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我们自己与人的关系，注意这里是以自己，孔子提出这句话是说是在于自己与这个世界与这些人们的关系，你自己怎么建立？所以从自己想想，哎呀，我都没有做到，何必苛责于人？所以人自人改而止，他的意思就在这里：人自人改而止。所以说，庸德之行，中庸，就只是在平日生活中的正确行为，平日生活中的正确行为，庸德，这个庸是平日，平常，平常所行的德行，就在我们平常生活中所行的德行。我就忍不住讲，帮我们忙的这个一下子忘了名字了，那个老了啊，贺群，对，他帮我们布置这一切，完成这一切，然后最后还帮秦老师送包子给我。秦老师今天去那个这个什么那个故宫啊，不是故居教课。教完课一定会经过有一个开封包子店，我以前住阳明山的时候最爱吃开封包子店的包子，他知道他就买来给我。贺群一切都做得好好的，这就是庸德之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把一切都做得好好的。然后总是笑眯眯的对待我们大家，这就是庸德之行。什么是庸言之谨呢？在日常生活中，在言语上，那么有着一份谨慎。这个慎就是谨慎，有的地方把它解作警惕，都有点过分，就是一份谨慎。就比如刚才我看到季医生，我最近发现，因为季医生15岁16岁我就认得他了，然后一路认到现在，他很勤奋，什么课都听，
哪怕在大学在外面读医学院的时候，他也都跑回来听课，他就是瘦瘦的。然后最近我发觉他有点麻到底是长大了但是我没有说你怎么胖了呢。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嘛，我就有点保留。我看到他哦，他胖了，长大了。如果我要说的话，哦，你现在比较壮了，到底是长大了。说好听的话，口出善言，这实际上讲口出善言，就跟基督教也好，还有佛教也好，要口出善言的意思一样的，就口出善言，总说赞美人的语言。做老师的问你们，现在大部分都还是都可能也都有很多经验，所以这些都已经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了。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老师呛比较呛，即使爱也用责备的方式对待，这就是中庸不赞成。有所不足，不敢过勉。那么在自我的觉醒过程中，在与人际间的相处，注意这一句话的前面，在人际间的相处，要加一个在人际间的相处。然后经验到自己的不足，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敢不勉，不对，这个不足就是不周全。看到自己的不周全，不敢不勉，这个勉是努力，不敢不努力。于有余不敢进，在说话的时候，在与人说话的时候，这个要加，在与人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不敢把话说得太，这个进就是把话说绝了，不敢把话说得太绝对。一般都是说不敢把话全部说出，不敢把话全部说出的意思就是不敢把话说绝了，说得太绝对了。言固行，我们随时保持了一种敏感性，可以随时看见自己，注意，这是客观的，在自我觉醒中能客观的对待自己。我们随时可以看见自己，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言语是一致的，也行固言，我们的行为是照顾到我们的言论。言固行，我们的言语是照顾到我们行为的，我们的行为也照顾到我们的言语，就是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是一致的。这么去做，作为一个觉醒者，哪怕是领导，这个壶是如何不厚实？造造是厚实的意思。那么换句话说，中庸认为，在日常人生中，
为人厚实，是达成中庸的基础。中庸的基础，那么这里不是叫我们紧紧紧张张的，随时要注意到自己讲错的话、讲对的话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我们的自我觉醒的修持中，我们自然所维持出的一个中道，一个综合之道，一种啊，一种综合之道。综合之道在这个在这一段文字之中所呈现的综合之道，就是保留对方的尊重，对方跟保留对方的尊严了。我们说话有所保留，那是对别人的尊重，对我们说话对象的一种尊重。当我们在说话中能对对方有所尊重，那不就是一种综合之道的展现吗？那么这是告诉我们行中庸之道并不紧张，只是在我们的日常人生中，我们要不要和谐，我们希不希望与人相处是快乐的。如果这是我们所要的，那我们注意这几个部分就可以。同时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儒家在这方面教导我们为人厚实，也就是要我们能够在自我的警醒中
这其实是教人安分。这安分不是消极的，是安于自己。安于自己的本分，那么注意，安于自己的本分是认识自己，然后有能力依自己的性情依自己的才性依自己的性情在适当的时候走向自我创造也就是开创出自己的命运，这就是展现自己最深层的生机。看不看得见？好，展现自己最深层的生机，深藏在你自己本身中的意想不到的那种生命力。曾经好像跟大家说过一个故事，大家也可以去找，大陆也把它写成了文章了，介绍给大家。那个盛宣怀，清代末期的那个财神爷盛宣怀，财政部部长，然后创造了好多的实业，然后他有十个小孩，好像可能都不止，大部分都出来了。在大陆被中国共产党被毛泽东掌握了以后，他们因为是资产阶级嘛，就大分都出来了。可是他的第八个女儿还是第十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充满了国家理想的丈夫，那个人不肯出来，然后要跟当时留在中国大陆建设国家。他是个银行家，他的先生是一个大银行家，他要帮着来如何的组织在那个新中国的新经济等等，那么一切都也还好。哎，可是到了文革不得了了，天翻地覆了。文革是毛泽东借着他最后的时间要铲除一切他认为仍然盘守在中国的资产主义。那个资本，我没有用资本主义，是资产主义的意思是什么？那些大有钱人，那些世世代代的大有钱人，在台湾最大的有钱人，最久的有钱人，林家，是不对？雾峰林家、板桥林家，也不过只有两三百年吧。
可是中国大陆的有钱人，有的从明代，有的从元代，有的更早，将近千年的这种盘踞，所以毛泽东要把它全面摧毁，一直让他一切从零开始，他认为这才是重建中国的一个基点。文革是他最后用的手段。也可以说是一个盲巨人。一个瞎掉的巨人跌倒后要怎么站起来，后要怎么正常的走出来。当然还有他内部的权力斗争的问题，我们不管他，我们就去大体而言。哇，他们就全面，他们可不得了。在他做清代财政部长的时候之前，他们家就已经不得了。所以这么下来，就把他们扫地出门，打到四平，那先生不知所踪，他自己被放回来了以后，就让他住在他们家大厦旁边的一个三角地区，就是这边是房子，这边是房子，中间的一块三角区，小小的三角区，三角区上面就是下面就是化粪池，就让他住在那里，还让他自己去找木头搭起铁皮屋，他就这样暂时住在那里。你看，从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然后到一无所有，回来的时候一无所有，家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先生在哪里都不知道，孑然一身啊，真是孑然一身。然后他就去捡垃圾，然后可吃的来吃，然后他就准备自杀，准备上吊。就在他准备上吊的那一天，是个有阳光的天，他就坐在那边，然后看吊在哪里比较好。也在那时候，因为屋子都是镂空的嘛，哈，就太阳就塞进来，就塞到那个铁盖子，一个一个铁盖子缝上面长出来的小草，小草还开小紫花，就在那个时候，就当然它那些小紫花都被放大，这么美丽。然后他就在想，天哪，他在这样的环境上就长得这么好，我堂堂的一个人受过这么完整的中西教育，他在国外拿学位吗？我怎么还活不下去呢？难道是我必须依靠我那个时候的荣华富贵？那不就是说毛泽东所说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最大的罪恶，就是我们依凭我们以往的一切富贵的经验，以为人生就得如此。哎，那就想我，那我就不死了，反正要死嘛，随时都可以死啊。然后嘛，就看看怎么活吧。那首先，因为那些小官让他动容了，他就出去捡垃圾的时候，他就看。凡是好看在那个墙角长出来的他都挖起来，然后就去捡那些破瓦盆破什么，就钻着土把它种下去，就摆在他的那个破烂的房子里，然后摆太多了没有了，就搭架子，就摆在架子上，也就一般情景。
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他就看到他那个院落，就是那个街巷院落里面好多失学的孩子，爸爸妈妈有的送出去劳改，有的干嘛干嘛，于是他就把他们就集合，问他们要不要听故事，他就这样教小朋友们故事，然后就教小朋友认字读书，包括英文，然后大家也就帮他的屋子至少不漏雨嘛，就这么把那个地方就建立起来。他觉得他活得比他以前锦衣玉食的时候快乐太多了，他也说不上个什么，他只觉得他突然看到自己真的活着，然后他看到他自己真有才华，故事可以说得那么动听，然后他那边就变成一个学堂，后来越来越松绑，但最后邓小平他们重新起来，重新恢复原状，就把那一栋他的那个老房子就还给他，他也不要，他就继续住在那里，97岁去世。他发觉自己不是要依靠别人活着的，他是一个有独立的生命和灵魂的人。然后觉得这是他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认识。中庸其实讲的是这个，所以中庸所说的，也就是儒家所谈的，我们平日何以要修字，也就是刚才季医生所说的，他不是基督教，我们要合乎于上帝的诫命，然后准备将来能去天堂，坐在上帝的左边或者右边，然后跟耶稣称兄道弟，不是，没有这个虚荣心。同时也不是佛教所说的，我们这么做的目的，除了减少我们的苦痛之外，哎，我们将来能够转世为人，或者脱开人而进入西天极乐，不再轮回，都不是，就是实实在在，如果讲简单一点，实实在在做人。什么叫做实实在在做人？当你的生活真的过得充实而快乐，从你自己开，从你自己出发。真能够，或许真能够想到，哎呀，就是你们这几个兔崽子把我苦成这样，全因为你把我苦成这样，就让我让妈妈觉得真有本事，在没有爸爸的前提下把你们带大，没有亏欠你们任何一分一毛，把你们养大，这是一个自我发现，是一个自我开展，是一个自我创造。那么中庸里面这一段13章谈的是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感受得到自身生命的力量，然后安安分分，这个安分可不是消极，而是完全安于我之所以为我而开展出来。那么这也就是儒家所说，也是全世界只有儒家特别强调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他的独特性，每一个人将自己的独特性开展出来，这就是天才，因为这就是自我实现跟自我创造，而这就是天才。
所以这个财性论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就成为魏晋南北朝的财性论，它的人性哲学实际上是基于这个，来自于中庸，来自于孔孟。那我们再看第十四章，所以第十四章接下来说怎么样安顿吧，什么叫做安分，怎么样安顿吧。君子素其位而行，一个君子，注意这个君子就是我们前面所说他所包含的这么多这么多的内涵，一个高度的自觉者。素其位而行，素也就是这个素是平素的意思，就是平素，就是平常，平素就是平常。一个高度的生命自觉，自觉者能够安分的在天命所给予的生命的特质下开展。我们的安分的意思应该是这么解，就是可以安分的在天命的天命给予的啊，天命所给予的天性中遵行着自己特有的生命大道生活开展。能如此，即是修道之为教的成果。就是修道之为教的成果，这是安分，所以它不是消极，它是积极的。所以一个君子素其位，平常就安分的在他特有的生命的位置上，特有的生命的位置上，依其位，依他的位置，依他的存在所有的位置，以及存在所有的位置，这个行讲得浅，过自己的生活，行自己行走的路。行走自己当行之路，不怨乎外，怨是羡慕。
羡慕自己生命本分外的一切，繁华的活动，或者一切活动，这其实就是修道之为教，或者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所以他跟前面我们说过，经典是藕断丝连的逻辑性，因为是生命的连接，是生命的逻辑，所以是藕断丝连的连接。那我们就先说到这边，待会再说。大家有没有问题要讨论？好，请。可以，人会完本。啊？为什么会不大？就是十三章到十四章中间，中庸所重视的是在儒家所提的安分，但在现实或者是在历史上来说，会看到很多不安分的事情，是或行为，是。那为何如此？因为人有生物性嘛。人不自觉就是活在生物性的局限之下，那么在生物性的局限之下，他就会推使人走向自私自利，然后他所看到的事物就是他自身的利益为最主要的完成，因为他等于是一个动物。他就在他的一个封闭下，人的复杂，这也是人的复杂性跟人的艰难性，不是说人一觉悟就得，连佛教都说你哪怕是大菩萨觉悟的，或者是你成为佛了，你要一想哎，我是佛，你就掉下来变成普通人，就是因为生物性的局限。所以我们说过人有三性，人在第一性中就是生物性，人要没有能够进入到第二性自我觉醒的这个前提里，回头看到人生，什么叫做自我觉醒？最简单的说法，人看得到自己生物性的限制。刚才大姐顾梅大姐问我为什么这里红红的，然后这边有一点红，我说我脂漏性皮肤炎。对，那我说哎，怎么会最近这样呢？我就说我忍不住吃辣椒跟花椒，因为我很爱吃花椒跟辣椒，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肠胃很弱，我就不吃了。可是我最近肠胃比较好，吃了辣椒不会马上就要去找洗手间，我就忍不住吃辣椒吃花椒，不但忍不住，而且还看每到每天的四点到五点吧，大概是这个时间，有一个环宇商业电台之类的，不是环宇的不是那个什么专门弄新闻的，他会播报一些财经啊等等，最重要的是还有那个什么医生的治疗问题的，但是最重要他会介绍各地美食。我每天定时打开来看，只要讲四川麻辣，标准四川麻辣锅，标准四川餐厅，我都记下来。我就想我有空我就一定要去吃，我非常爱吃，他最近吃多了，身体就热了，就燥了，那这边就红起来了。脂漏性皮肤炎就是这个年纪大了，容易会发生的皮肤的发炎，
中医讲体内燥，那西医讲在还是有点感染，有点感染。所以我就控制不住，控制不住这方面的控制不住，明明知道吃了我就会这里会痒，就会抠它，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去吃这个麻辣的东西。人的生物性，这是人，这也就是人之所以能自我修治的一非常重要的价值所在。没有这一份自觉，人就会在没有办法真正判断什么是对自己最好。就像我不吃，我只要不吃，吃得很清爽，马上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爱吃的要命。我小的时候很能吃，很爱吃，突然返老还童。专门看，走在街上看到有没有标榜麻辣，有我就跑进去吃一碗面。所以为什么说孔孟以至于到荀子讲教育的重要？因为唯有通过教育，大概才能维持人们的自觉性。那么韩非子认为这是舍众而救寡，因为他认为能自觉者在人类全体比数中还是少数，所以他就索性立法。他的法治的前提是这个，透过自觉教导人们自觉，是能自觉者自觉，这是少数，所以他从这里立法，这样子可以救更大多数人。所以我们一路看下来，传统中国在人学的前提下，就是如何使人在实际的人生中就能获得幸福。所以在教育上就如此重视家庭的和谐，这边也有啊，中庸也有，因为在家庭的和谐中才能有家庭教育。人基本能自觉是靠家庭教育奠下的基础，所以《论语》中的第二章，有子说：“年轻人在家能行孝，在外能行悌，如此以一种。”叛逆的性格去面对这个世界很少，不以叛逆的性格去面对这个世界，进而还想毁灭这个，用毁灭这个世界的手法去对待这个世界，未之有也。所以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矣。它是让人走进生命自觉，然后充满了对生命的爱，对人类的爱的基础。是，老家不在乎少，所以才有中庸的出现。中庸就是把整个老庄的思想
韩荣进来了以后，然后回归到儒家，即使少还是要教育。那么当然实际从政者在接受韩非的法家的思想，然后建立一个法的有法治的国家。汉代秦是纯粹用法，然后他15年统一天下，15年就垮，而自己秦始皇到他垮，他的统治是31年，可是继承下来，然后儒法兼治，儒法道兼治是汉代，特别到汉武帝。汉武帝之所以再提儒家，而且从其根本性，不是只讲孔孟。孔孟在汉武帝的时代是子学而已，朱子学而已。他善作道经，从诗书开始，因为这个文化的前提在于周文王提出的经，也就是说唯有人的自觉，敬德就是自觉，这个敬就是聚精会神，也就是大学之道的定境，这个敬就是大学之道的定静安律德，分开来是有这五项，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精神能的精神的凝聚，人的心神的凝聚。于专一，那么人方有利于生的人才可能做出有利于生的善行，换句话说人才可能自救了。老犹太，古老的犹太以上帝提出了耶和华为上帝，以求自救。婆罗门以梵天，以确定自己作为一个统治阶级可以永远统治而作为自救的方式。释迦牟尼佛反对他们的阶级性，就如同耶稣一样打开犹太人的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保护神，只要信神者都得救。释迦牟尼佛说只要自觉者就都得救，这都是人类的自救。如果用宗教学来讲，就是人类自我救赎的一个观点的
不同环境下的提出而已。那么孔子，不是孔子，周文王是直接讲，当人聚精会神，凝聚自己的身心，让自己的身心能静，能定静，就超脱出生物性欲望的控制。那么如此你的身心就自然的安泰，没有自我冲突了。这个安就是没有自我冲突，然后就你没有自我冲突，你想的就往周全，你想的周全，你就会有明白的智慧。这个德指明白的智慧。你就具有明白性，明白的能力，闽南话你听清楚无？你敢是真正知影？你得爱听清楚。就是强调人得明白，人的罪恶来于人的混乱，人的邪行来于人的混乱，而混乱是原因，就是来自于生存本能的控制，在生存本能的冲动中而失去了明白，失去了明白性。你看多么糊涂，那个陈明通做佛法研究所的那个主持人弄了100多个学生，然后有那么多人是抄袭，要我们要刻薄一点讲，陈明通可真是国民党安排在民进党的卧底的你看看多糊涂，这不就是糊涂不明白吗？而受他指导的也没有明白，而吵个不停。昨天我的一个老学生打电话给我，老师啊，出大事了，我要跟你讲话，他是绿的，他是绿核心里的。我说什么大事？他说：“哎呀，台大取消了，是台大还是哪里？取消了郑文灿的硕士论文。”我说：“为什么？”我说：“他不是电机系的吗？”他说：“不是，他国发会研究所出来的，他是电机系。因为我知道郑文灿是电机系，像林佳龙好像也是一个理工科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郑立文他们那个时候，我还在台大教交响叙事。响叙的。响叙事。他后来去读了那个什么东西，也是陈明通的指导，但是他现在
我说那又怎么样呢？那林志坚也被撤销了，那还有好多人都被质疑啦。那我说这有什么呢？他说没有，他就不能做党主席了，他就失去了总统大位了，不得了啊！哦，我说你说的是那个这样重大的事情，我说那倒也是。我说那还有赖清德，还有那个陈什么人呢、啊？陈建仁呢、啊？我说还有很多人呢、啊，你不要急啊！我说说不定你自己都可以出去啊！我说这些人都不再是你的阻挡你的。他说：“哎呀，我不要跟你讲了啦，你。”我就说：“好好好，我们来谈点快乐的事情。”这个孩子17岁就交上，但是他也奇怪，他就一直跟我保持到现在，一直有联络。原先是个天才，过目不忘，过目。但是我也影响不了他，他一切都正常。哎，讲到政治就不能不能说不正常讲，就为什么呢？哎，他是黄明之后，他看不起蔡英文。我跟他讲啊，蔡英文他们现在何以如此啊？去中国化到这个程度，甚至于连故宫的这些文物啊，我说日本人那么爱故宫的文物，他们连文物都不爱，这样子。我说啊，古人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确实是如此。我说他是日本人，他说不，他是日本的贱民，我们家才是日本的贵族。我们是皇，我们有日本血统。我们当年，我祖父曾祖父是负责整个中部日本高级行政官员的制服的统销商。我说哦，那你们跟江明制造厂差不多了。《红楼梦》的江明制造厂，开门他说是，我们家现在在哪里？在台中，还有一个像碉堡一样的老房子。我父亲无论如何要把它维持住，因为这是我们家族的荣耀。回日本去，他们是贱民。来当兵来台湾，然后留在台湾成为台湾人的，其实就是他们的草芥之民嘛。明治维新之前，所有当兵的到明治维新都是草芥之民，他们的贵族不当兵的，他们贵族做官的，做兵的都是草芥之民。所以乃木大佐跟什么华第一任台湾总督什么华制定的叫做小草政策，就是到台湾来的以及到福建的这些日本兵出来的，然后就留在台湾成为日本台湾人，不是台湾日本人，是日本台湾人。然后所以1904年正式建立户口，台湾正式建立现在的户口，就是从那个时候为这些人建立。所以他说不，他们不是，他们是贱民。我说你怎么这么说呢？他说他们是劳丘出身，劳工出身。真的很清楚。所以李登辉绝对不用外劳，所有日本的阶级性，东南亚的人野蛮人是肮脏的，
所以日本人不用了外劳。虽然他们通过他们的人口，但他们的人工不足，也从30年前就通过大量可以企业界可以启用外劳，到现在日本都没有，因为他们不要，他们要非常洁净。所以你们学日本话，可要学贵族语言。你们去日本一开口，日本人非常恭敬。你们要学的是普通语言，或者学的是贱民的语言，他们用语不同，你一开口语调不同，你一开口他们就看不起，他们就觉得你是奴隶出身的，非常严。语言，英国也是，它的语言非常重，还有血统。那这一切成为他们日本之所以为日本，却也成为他们日本之所以自我封闭的一个状态，发展的局势。那么从周文王只要觉醒都是人，所以孔子的仁学其实是继承周文王的敬德而来的。你只要敬德，你只要能觉醒，你就是人。所以到了周武王、周公，所谓的天下一统，不用天下统一，天下统一是政治的统一，天下一统是文化的一致。文化的一致就是人类生命理想的一致性，由此透过婚姻制度鼓励不同的种族结婚联姻。此后中国就没有奴隶制，所以现在中央研究院也好，台大也好，我现在留这些年轻的或者不年轻的学者，包括胡适之他们在内，以至于大陆的这些学者们，还强调中国是奴隶制的话，荒唐糊涂。因为众生平等，我用《论语》中啊佛教的话，众生平等，除了战争所俘虏的会做奴隶，犯罪的会做奴隶，但是不是奴隶是做奴仆。因为没有生产奴，西方的奴隶有它的特殊定义，大家可以去查字典，他是做生产奴的，就是他终其一生用自身的劳力去供养贵族，此为奴隶，然后生生世世下下代代不得改变。中国没有，即使有些特殊的时代，有些这些问题，但是它不是一个，它只是一时的问题，一时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长远的历史问题。在今天华夏民族的子弟们一定要弄清楚，你错误的历史说法就是污蔑了我们的先祖。所以汉人从诗书讲起，所以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有机宇宙论。三才
三才才是元素，构成天地的构成宇宙的有天有地有人，天地人三位一体，天地人三位一体。我觉得基督教的话，这是董仲舒提出的，那么而后从诗书这个前提下加上的礼，加上的乐，加上了春秋，然后加上了易，一二三四五六。从诗书中建立了人，为和平世界，的基础。或者说从诗中建立了人为和平世界的基础，其本在人之情，在人之情，人之大情。书是从历史中，从历史的过程看此，和平程序，看此和平程序，知盛衰心灭，这是书。什么是礼？寻求适当的展现。礼者礼也嘛，哈。寻求适当的展现，你怎么做才适当？所以礼于时而进，礼于时而进，三代不同礼。夏商周不同，礼之更化，为各朝代
是大师，他就等于是一个国家大政，国家大制度。越综合天下，共同之大权。那么春秋，孔子建立，孔子以仁道建立理想社会的论述的评论。义者变动也，在变动的宇宙中，如何透过智慧，透过明智，确立人之地位，这边看得见吗？确立人之地位。所以他推出这六经，但是没有月的了啊，就是推出此五经，以为人生宪政之大法。以为人生宪政之大法。从汉武帝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违背，所以真的讲中国的宪法是从汉武帝讲，汉武帝的五经讲起，这是谈中国政治学、宪法学最基本的常识。现在全部是拿西方的那一套，西方的宪法除了大宪章久一点，两三百年，其他没有一个一百年。所以我今天还听了，忘记了是谁的，你们也可以查一查，不晓得是美国的还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说得非常清楚，中国今天对我们西方是具有系统性的侵略，而这个系统性在于哪里？最重要的思想价值
思想、价值。当然前面还有金融的、科技的，这个我先不管。最重要的放在后面，思想、价值，思想以及价值。当然，所以今天中国人还搞不清楚西方人可以要反中国的。那就是搞不清楚西方人的真正的文化传统在什么，也搞不清楚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哪，因为中国的这一套人的观点，对他们的上帝的观点，就是一个最大的侵扰跟动摇。是是没错，这要是都已经自觉了，那就更害怕。更害怕就更容易解决啊。问题是，我们现在不能解决，是因为我们自找糊涂啊。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外族来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朝代来到中国，都化在中国？那么尤其是犹太人，伊朗曾经成为中国的一省，知不知道？最近出土的证件，伊朗挖出来的证件，伊朗的王子在唐朝的，在很早中国就跟波斯之间有极大的往来。他们历代遇到动荡都会就都到中国来，他们的贵族哈，有的王子来，然后在还在中国朝廷做官。那他们来基本上，当然刚开始是希望中国出兵，从汉代就开始，但中国觉得路途太远，不可能打赢这场胜仗，所以就把他们。或者支援他们，让他们回去，让他们回到那里，看到无可救，他们再到中国来，然后政府就请他们做官，一切保留他们原来在波斯的地位。所以他们的坟，现在是挖出他们的坟，看到他们的墓志铭，才知道。那有犹太人更是，所以我才说。我教过的犹太学生跟我说华夏民族中国人才是他们真正的终极敌人。因为这个能化什么，为什么它能化，那么能化很简单，就是自觉，就是高度的自觉。素其位，君子疏其位而行，不悦乎其外，就是高度自觉的表现。就如树富贵，如果生活在富贵之中，行乎富贵，注意这个行字，生命的自觉就在富贵中自觉。直接讲什么意思，也就是生活在富贵中，不因富贵而耽误了自觉。在富贵中借着富贵的各种条件而走向生命自觉。你不必，这一句话就针对了，像是针对了佛教一样，
佛教一定要离开王子的身份嘛，对不对？还有离开我们一般神的生活身份嘛，然后加入僧团嘛，然后阎门托钵嘛，然后才可能自觉嘛。那中庸说不必，你在富贵中也一样可以自觉，这就是大乘佛学讲的嘛。所以佛，所以菩萨为什么叮叮咚咚挂那么多东西，就告诉你，富人也可以自觉嘛，也可以上天堂，甚至于可以帮助大家上天堂，所以叫做菩萨史。所以大学是啊，所以大乘佛学是大菩萨行之道，他一定要自利利人，自觉觉人，要自利利他，此为大菩萨。你在家没关系，所以这就是为《维摩诘居士》这本经书的重点。你只要是个人能自觉，所以释迦牟尼佛500年后走上整个佛教发展到大乘，然后提出了类似现在中庸我们所碰触到的这个观点：树富贵，行不富贵，你不必离开你的富贵。你在富贵中同样不会失去自觉的机会，如果你肯自觉，当然有前提了，如果你要自觉一样自觉。树贫贱，行不贫贱，如果是身处在贫贱的生活之中，同样它不耽搁人的自觉性，他也不会妨碍人的自觉性。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还想这么多干嘛，饭都吃得不够好，不能每天吃麻辣火锅。还想那么多，这是借口。这两者不冲突。你怎么样吃麻辣火锅能吃到真正觉得好吃，然后你的身体也不出问题，这就是要用智慧嘛，就是要自觉嘛，认识自己的身体状态。这是举小例子，行乎贫贱，甚至于即使在美国，在英国，在加拿大，在国外，树以底，生活在泥底之中，有泥底有泥底的生活习惯，你也可以从随着这样子的一种环境而走向觉醒之道，没有问题。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全天下的人都能自觉，这是人，这才是人道。还有它的根本性，平等性、普遍性。
第十四章一开头谈中庸之道，以自觉为核心。人人皆可行，在任何环境下也都可行，就看你要不要行。说一切决定在自己，所以他最后还回归到自己，一切都自己决定，所以自己是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明白人，乃不失自己的主体性，而这个就是指自己是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你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跟任何环境不会成为你自觉的障碍。所以任何说自己不能自觉就是怠惰，其实小小的把那个自觉不是要大大的马上就变成自己啊，立志要做总统，或者立志要做立法委员，立志要干嘛，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是你生活里你要不要用滑稽，那个润滑剂就是自觉，自觉是的作用。所以不是圣贤才有，每个人迂不迂腐皆能有。因为时间到，我们就说到这里。有没有要讨论？如果有，题目太长了，问题太大了，就写下来，下个礼拜说，因为我们下个礼拜要上课嘛，啊，课群。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